因为正好是我们学校入学教育，然后新生开始军训，也是我们祖国七十周年，我们就想到了用700名同学，然后围成一个大的爱心，中间围绕着70这么一个数字，然后正中间是我们的国旗，主要意思就是代表着祖国在我心中，表达我们富乐中学的同学们对祖国七十华诞的这么一个祝贺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